这个标让大家看一下，对对对，尽量。前面呢，他不喜欢那张地理名字，根本没有跟他画过。哎，我们先讲好了，对，他不用他谈判。然后打断了，把他踢掉，对不对？不靠眼神啊，不能靠嘴巴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靠眼神也代表很多意思啊。所以你跟他挂钩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跟他看看，最起码你对天有视角，对，你会一天看到一个漂亮，你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呢，文章要解决，找其他解决，找不到。我讲过好几次了，这很重要，眼神要过。我看到谁，我只要一看，看到这样不一样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驴也好，鸡也好，这样人大概知道。好，下。